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还可以再加一条，这三个月内你再征海所有的开支，我承担。嗯，这是要包养我。夏小姐，斯丹集团为你受到了很大的损失，我这么做是及时止损。这三个月我们只是名义上的情侣，不会做任何事情的。那，嗯，等我一下。 喂，喂，大大，他说要跟我签三个月的情侣合约，然后也不收我赔偿的钱，还能把房子还给我，你说我签不签呢？不能签，这不成包养了吗？夏夏，这事儿咱不能干。可是他好像是公司出了问题，看上去挺急的，而且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这样啊。 那你这三个月让他出去住，三个月之后房子还是你的，有道理啊，还是你厉害，尽快了。嗯，沈总，这个合同呢也不是不能签，但是我也怕被记者围堵。啊，我看这个小区安保挺好的，不如。 我搬来这儿住吧。你住我这？嗯，我就一个人能占多大地方，而且我保证不乱跑，不乱动。那我呢？嗯，你这么有钱，肯定不止一套房产，而且就三个月了，主要我刚回镇海，也没有地方住，就成交。